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我现在在安徽黄山深度，看我又把口罩戴上了，就知道我又到了一个牛逼的景区。我后面就是著名的新安江山水画廊，又叫十里画廊，听这名儿是不是就觉得很牛啊？9:10，准时出发。就这。吃着火锅，唠着嗑，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小岛，主要是参观一些老东西。天下第一床，为了体现仪式感吧，得踏入6级台阶才能上床。千年神樟，光把这个树干抱住就得10几个人，想拍一张全景挺费事儿啊。第二站，欣赏一下九姓渔户的捕鱼技巧，同时也体现了九姓大家庭的团结和包容。解梦马上开始，让我们共同阅读。九姓祭祀捕鱼技艺展示，现在开始。好的，那个龙子呢已经下水了，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表现了。好，下水了，看一看。西安江山水画廊，又称十里画南的游船之行呢，结束了，100多块钱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两岸的青山绿水啊，虽然没有三峡两边的险要吧，但是依然有这种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。OK， 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